场就是这两个礼拜看到我们同学更第一次在这边练习。今天在这个场合，希望同学们能够依照刚刚教主任讲的，整个比赛的次数跟现场规则要你来处理。过程里面，请同学能够尊重演出者，同时今天在演出的时候能够发挥自己最佳的一个状态。祝福我们所有的活动能够顺利。这边特别感谢我们所有指导的老师还有包括表演老师，因为在这边练习的时候同时看到有两位或三位老师一起来帮同学做一个彩排的练习，这边非常感谢所有投入的老师们，谢谢你们，希望能够在今天展现出最佳的水准，让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在这边也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家长会的伙伴，今天也特别过来跟大家鼓励跟致意，我们俊明会长所率领的副会长还有常委委员们，我们一起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谢谢。